还是不要？要，确定吗？手伸出来，来，超级大披萨一个。哇！那是我的。要还是不要？要。来，全场的消费由喵姐买单。还是不要，管他呢，要吧。来，手伸出来。大什么？大火龙果。数数这个火龙果有多少个籽儿？来，小看姚公子数火龙果有多少个籽儿的，评论区请扣一，不晓得扣二，咱们下期视频揭晓。姚公子，你数完了吗？不完了。多少个字儿？够200。你是不是偷吃我火龙果了？没有，没事，我被脚关起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